Oh, so first, welcome to this SGSBMA special seminar. My name is Peter Zhang, and I'm working with the marketing team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Gold, the International Board of Shanghai Gold Exchange. Today, we are honored to have SBM CEO, Mr. Albert Chen, General Manager of SGEI, Madam Zhao Fenghua, Managing Director of Global Finance Market of UOB, Mr. Mark Yang, President of Total Jeweler Solution from Chow Tai Fook, Ms. Barbara Wu, and the General Manager of Shenzhen Cui Lü Gold, Mr. Mo Haizhong, to give us presentation. We would like to host this seminar to let you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gold market and SGE, also to explore the feasibl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gold market, especially the Southeast Asia market. To save your time, today we will have tea and coffee in this room so you can help yourself. And we will have the networking session after all speakers' presentation. First, let's welcome Mr. Albert Chen to share us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gold marke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outheast Asia market to China's gold market. Welcome. Thank you. Good afternoon. I was thinking of whether I should speak in English or Mandarin, but I guess for the order of this afternoon, I better start with Mandarin, although my Mandarin is not the best. So to just familiarize you with the headset, please put on your headset, and I'm going to deliver in Mandarin.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 我的普通话多烂啊。 我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抽空来参加我们这个亚太区。 贵金属的年会，今年是我们第三年，但是也是我觉得是在短短三年之间呢，我们得到很多这个支持。今年我们有大概超过有差不多400人的参加我们会，当然呢，你也看不到400人坐在这里，因为他们要其他活动。我听说有些在喝咖啡，或者是在喝鸡米酒啊，或者在喝。 喝wine 啊，但是今天下午呢，我们有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呢，特别举办了这一场特别的介绍会。我记得呢，在大概两个多月前呢，我到西安参加他们这个国际顾问会，而且是他们每年的黄金大会，我就特意找黄总。 谈一谈我们新加坡的事情，而且邀请他来参加我们这个年会。他说好，我跟我团队商量一下，两个星期之后呢，他就给我一个 email 说他要来参加我们的年会，所以我昨天呢，你听到黄总呢参加我们这个小组的讨论会。 另外呢，赵总呢也说，我们也希望再透过这个机会呢，介绍一下我们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版有一点新的东西，要跟我们海外的业者、跟我们东南亚业者来沟通一下。我说好。他说，如果我在明天早晨找一个地方再请我的嘉宾来。 办这个会好吗？我说明天啊，很多今天晚上已经跑了。我说最好呢，还是今天下午利用我们这个空档呢，来举办一场特殊的会。他们结果说好，而且我们很快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做一点推广啊，然后现在有大概100人呢来参加这个会，是很好的。 另外，他也有个要求，他说你可不可以
讲一下我们亚洲区或者东盟区的市场的一些最新的状况。我说，哎呀，这两天已经王立新啊，或者其他我们这些东南亚的讲者都已经讲过了啊，就不好意思再讲，再讲就是啰啰嗦嗦了。但是我说还是要做一个开场白，所以我找了几张这个幻灯片跟你说一下，我们怎么看东南亚市场。另外呢，我也偷用了黄立新两张 slide， 再给你一个一个重新给，就将你们的记忆再带回来今天这个会场，好，亚洲区市场，亚洲只有三个市场，一个是中国，一个印度，一个是东南亚。这三个市场呢，我就用这个表来表达给大家，了解一下。东盟十个国家加起来呢，大概是300吨的市场，是我们中国的什么三分之一，是印度的小一半，但是300吨也不是一个小的市场。这个就是我们东盟区跟中国跟印度的比较，给大家一个规范。然后也谢谢 Metal Focus 的赞助啊，我用它的数据啊。如果我们将它分类，这个就是分类加起来刚刚好大概是多少啊？300吨啊，300吨，这个是分类啊。这个数据你如果你有兴趣拍个照。或者是我们到我们的网站晚一点到我们网站，我们这个 presentation 都有的。至于我们新加坡作为东南亚这个所谓食物黄金的交换中心呢，在过去几年有什么变化？我们从2012年呢，我们就提出要将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区域的这个食金的营运的中心。你看到这几年呢，都是有慢慢的增长，它不是好像中国有一个两个数的一个增长，有一点点轻微的增长。在过去几年呢，这个是新加坡在这些进出口的数据大概一进一出大概是700吨，这个是过去这几年的变化。那么东盟十个国家呢，也有一些很多对黄金的限制有税或者入口的关税。下面这个表呢，就是不是太准确，因为有些国家是很神秘的，不跟你说的，就是那这大概就怎么样啊？这个是我们这十个东盟的国家对于黄金条块跟黄金首饰这个进口税跟这个销售税的状况，可能有一些不准。如果不准的，请你跟我说，等我改。因为这些有的时候很难做 update 的很难做 update。但是看来呢，随了马来西亚说它是最开放的市场呢，另一个市场就是新加坡。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是这十个东盟国家最开放的国家，所以我们这两个国家也是在旁边，所以我们跟马来西亚跟。我们的朋友不光是很有是朋友了，现在新马是一家亲啊。我也将这个数将王立新前两天的数据呢，在这里给你
再展现出来给你，再 refresh 你的 memory， 就是说，这五个最大的东盟国家，它占的分量，有两个国家你要真的特别要注意，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越南，这两个是东盟主要的佣金的国家。 你看它的占的比例是最重的。这里没有写 Cambodia，Cambodia 呢每年的进口也是很多，但是 Cambodia 是地方是很少，人口很少，所以它进口的黄金都是往旁边国家走了，主要用家都是在越南跟泰国。 王立新也给了我们另一个首饰的需求，这个对我们这个行业，尤其是做首饰加工企业，都是有一点启示，就是印尼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市场占的比重很重，但是我跟你说，印尼还没有发展，我们。 今年呢，吸引了有一些印尼的行家参加我们这个会，他们在做。如果对印尼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找他谈一谈，他们在这里。好，回到我们中国，中国是超过全球这个。 三分之一的黄金首饰呢，都是从我们中国中国生产的，我们也知道中国的黄金首饰呢，经过了大概20年的发展呢，这些加工厂啊，都已经很成熟，或者是可以说已经开始他们的产量有点饱和，所以这次我们请他们。 来我们王立新主持这个讨小组讨论呢，就是讨论一下新加坡他们要怎么发展，去哪个新的地方发展，东南亚其实刚刚你看过是一个他们未来发展的好的机会。好，这个没有特别就是给你一个不同类型的首饰的一个重新的。 这个是一些透过这些数据呢，我们大概了解，从这个中国现在有多少首饰是运来我们东盟的国家，还有吗？没有了，所以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我下面我将这个podium 呢交回给。 我们的主持啊，谢谢。 Thank you, Albert, for your sharing. Albert is not only the expert of the global gold market; he is also SG's international advisor, who is very familiar with Chinese gold market. So I believe his sharing gives u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s and also the hope for this kind of cross-market cooperation. Thank you again, Albert.